观众注意的多吗？的确，大家都是这样吗？就演坏人比演好人讨，真的比较出风头，对不对？而且那个你演戏中间的那个过程的心态，你也会比较过瘾。像我们演，我跟妈咪演这一档戏很累很辛苦。妈咪，哦，我都叫妈咪，好吗？你演他妈？这个闷亏你也吃哦？那怎么办呢？叫你演他妈妈，你不愿意演，然后你愿意演他妈妈？没有，你刚是因为我长得丑。所以你不会理我吗？没有，刚刚你先一开始说我们演夫妻，对，是他要演妈，他要我演他妈，对啊，那我们都已经在谈夫妻了，为什么我又要升上去？可是不是，问题是你们两个外形几乎是差不多，你怎么可能演他妈？那他们就已经先来找我了。你看到那个剧本，你没火大，他超火的好不好？没有啊，一开始就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四岁，为什么我要演他妈？对啊，那你干嘛？你干嘛不叫他说，那就换佩奇演你妈好了。他演技吃不下来了，对呀、啊，而且装可爱他做不到，他吃不下来啊！难怪我常常骂他、啊。可是我觉得他脸也不高兴哎，不可能，没有啊，有他这个僵掉啊。不是，我的脸就基本上就长这副德性、啊，因为他不高兴我也不在乎。对啊，所以你斗不过他，什么都骂。你是发自内心的，屁股大，然后肥，他叫做肥。没有啦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演的时候他真的比较瘦，很瘦，他演到后面就真的有在胖，那我必须要一直提醒他，不然他就会自甘堕落下去。年轻人治得住你吗？有啊，柯姐啊。所以柯淑琴骂的路线是哪一种？他就是退下，我就对啊。你为什么被他吃定？会，我本来就很欣赏他，我本来就很喜欢他，那所以他大声我，别人不可以对你讲这四个字。对，又特别的很好的，所以如果说在生活中家里人端一个菜上来煮的不好吃，你也很希望能够演说你煮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子。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啦，我知道你对他才会，你最爱台词就是你是想怎样，你今天是怎样，你现在是怎样，现在是怎样。我跟爱吵架的人很爱用怎样，所以你如果泡面没有别的台词，泡面的封套打开来，结果里面没有调味料包的话，你会骂泡面吗？对，你现在是怎样？对，你现在是怎样？默默接受就没有调料杯啊？没有哎，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，我也会自己对着那个泡面一直骂，一直骂，一直骂。你这样有？然后我就会在统一是吧？怎样？这么大的公司，竟然这种机器配置的东西还会出错，是怎样？0803线，现在马上打。哦，真的，所以你如果邮购什么东西出问题，一定要追究，是不是？我连104都可以客诉。你是很闲是不是？他这一点真的很会愤怒，他这一块遭遇很严重。你可不可以放过路人呐、啊？你让他过个年生活吧。那个职员可能现在正在看着节目才知道就是你耶。就是我啊，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工作做好。有的人家喊话，结果他还看不见我了。